如果做了髋关节手术，头三个月一定要用辅助器去着物和除物。做了膝关节手术的人都觉得辅助器很好用。首先将植物着上辅助器那里，物针应该套在下面的弯位那里，物口就应该在个粒位上面一寸。揸住两边绳，将辅助器放在地下，将只脚慢慢吞入植物度，直至脚趾垫到物头。而家可以拉条绳出嚟，个辅助器会跟住条绳拉埋出嚟，植物自然就着咗上脚。除物嗰阵时，只要摄个长柄鞋抽入只物踭后面就得啦。